么呢？这叫做补血六因子，补血六因子。你吃猪肝没用的，你看很多人吃猪肝脸色还是不好看，吃猪肝没有用的啊，你要吃这个才有用的，补血六因子。第一个叫做贝塔胡萝卜素，贝塔胡萝卜素以什么为主？以红萝卜为主，挡菜桃，它是具有代表的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呢是什么？是维生素 B12。 B12 从哪边来？从土鸡蛋。土鸡蛋，我们很多人哈，一般鸡蛋是不选择的啊，买鸡蛋不选择的，你不选择是全家遭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养鸡啊，以前养鸡要养半年的，现在养鸡可以养一个月的，21天就养成了，它有生长激素的，鸡蛋里面一定是有的。所以有些女生她就比较容易发生什么乳房小叶增生啊、子宫肌瘤啊、卵巢囊肿啊，都是吃到这个莫名其妙的生长激素，就是你鸡蛋没有选择。你要吃鸡蛋，你要选择土鸡蛋，它不打针的，对不对？也贵不了多少钱，你到有机店买就行。台湾有机店很多的，大陆有机店比较少，台湾很多的，所以台湾是有无机的。你看到处都是有机店，你去有机店买土鸡蛋一定买得到，啊、哦，所以土鸡蛋它有 B12 在素食里面比较少，一定是荤食的，啊、哦，接下去呢，我们要谈什么呢？就谈到叶酸。你看贫血人到医院去啊，医生都给你吃叶酸的，打叶酸的。叶酸吃什么？是菠菜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电视那个大力水手没有？他不讲菠菜吗？为什么大力啊？补血啊，补血。再一个呢，我们谈什么？要谈铁质。对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铁不够了。铁质是哪个最好？黑黑的，哪个黑黑的？就紫菜，紫菜不是黑黑的吗？对不对？黑黑的就铁质高嘛，啊、哦，就紫菜。还有哪个黑黑的？桂圆呢？银杏瓜，银杏瓜也是黑黑的。还有哪个黑黑的？黑豆也是黑黑的，藕达啊也是黑黑的。还有哪个黑黑的？黑木耳，对不对？黑芝麻，有没有？都是黑黑的，但是紫菜是排第一的啊、哦，不要忘了。紫菜是排第一的，啊，紫菜，它排第一的。再一个呢是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它是个配角，它不是主角，它老是配角，对不对？你吃那个钙片，你也必须要 D 啊，没有 D 怎么行呢？你要晒太阳啊，要吃 D 啊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你补血也是必须要 D 的。它配角的功效在哪里呢？帮助你新身体吸收其他营养素。你没有这个 D 来参与的话，它吸收率不高，你有 D 参与的话吸收率很高，它是个配角，但配角很重要啊、哦！你要吃什么？要吃日晒的香菇，日晒的香菇用膏，你可以买干的去晒，买湿的晒到干是最好不过，但要晒很久，买干的来补晒三天，大太阳晒三天，基本上它会有 D， 阳光会给它 D， 会的啊、哦。再一个是什么？维生素 C，维生素 C 啊，很多蔬菜水果只要不煮过的 C 都会保留，不要煮，一煮 C 就没了。那我们今天用是什么？用小芹菜，修芹菜，小芹菜后放，这个不煮哈、啊，后放的，啊，最后才放的啊。所以因此我们补血大全汤啊，就这个六个。你要吃这个，你开始发热了，气色就变好，白里透红。因为它六个到位了，这很重要的。养生你要逻辑，要逻辑才行的啊。那我们今天从这边去下手，我们用什么？用米酒。米酒干什么？是走血用的，走血，啊，走血用的。我们等一下这个酒蛋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，啊，酒蛋呢很容易做，但是你吃一次会想念三天。非常好吃啊、哦！你不要做也很容易做，一学就会了。
那酒蛋呢，我们这样操作给各位看，先把蛋变成酒蛋，我这样做给你看。好，胡萝卜你必须要给它切丝，胡萝卜给它切丝，给它切丝，菠菜给它切碎，好，给它切碎，紫菜要给它撕碎，跳火，撕碎泡软，撕碎泡软，煮它那个紫菜一片一片的，撕碎泡软，啊，香菇要泡软切细丝，泡软切丝，泡软切丝，小芹菜切末，后放，最后放，最后才放。不可以清高温，高温汤维他命 C 就没了，不可以清高温的。补血大全汤，改善什么？改善贫血，改善头晕，改善低血压，改善月事不顺。女生月事不顺了，女生月事期间了，要吃这个。又好吃，对不对？当做三餐的配菜来吃，不是吗？高血压尽量酒就不要放了，啊，要不然就煮酒一点，酒精是煮酒，酒精就跑掉了，也可以，因为米酒里面有氨基酸，它会保留氨基酸。你假设希望有酒精味，时间不要太长，酒精味会跑。你讲不需要有酒精味道，煮酒一点，酒精就跑掉了，啊，那很简单的啊。很简单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操作哈，我们操作这个跟那个六个那个小碗，再一个中碗也可以，中碗还跟那个。